如果大家想改善双下巴啦、下颚线嘅问题咧，就一定要睇我呢一条片啦。咁你想乌龟颈变天鹅颈咧，就一定要靠呢一只啦。呢、这个按摩一次咧，其实就等于你手部按摩60次咁舒服噶。你呢个你买完翻屋企你就知道。所以呢两步咧，我真系超级推介。如果你系有双下巴或者你下颚线模糊嘅话，你想揾翻你自己嘅下颚线同埋双下巴嘅话，就一定要入手呢一两步啦。大家好，我是 Aiko。 秘密藏于细节里，如果大家想改善双下巴啦、下颚线的问题咧，就一定要看我呢一条片啦。泰国嘢真的很神奇，手同埋颈咧系出卖年龄系列非常之重要的一环，但系咧就好多人都忽略咗嘅。咁你想乌龟颈变天鹅颈咧，就一定要靠呢一只啦。嗱，呢个咧就系泰国制造嘅双滚轮嘅颈霜嚟嘅，安在家中咧已经可以做咗个 SPA 级别啦，同埋系边按摩边保养。嗱，呢两个软胶头咧系爱嚟做乜嘢咧？系可以帮你放松咗你下巴嘅肌肉，因为有时咧，如果你下巴肌肉咧掹得好实咧，其实你久而久之你就会有个双下巴夹咗出嚟嘅，系啊，甚至乎下颚线就开始模糊啦。嗱，佢可以帮你做一个放松下巴啦，松弛翻你下颚线下边嘅肌肉啦，达到呢一个收紧嘅效果嘅。嗱，咁佢咧除咗有呢个头之外啦，仲系颈霜嚟嘅，都几大支下嘅呢个颈霜，用法好简单啦。你只要将佢转翻去开头，嗱，你见唔见到呢个有个窿仔嘅？咁擠佢出嚟咧，就會有啲頸霜噶啦。咁你直接咧將佢搽喺頸嘅位置，做翻一個按摩。其實咧，你擠到咁上下咧，你會覺得條頸咧已經有足夠嘅頸霜喺度咧。其實你就已經好似可以好似我咁，將佢轉翻做一個唔需要頸霜嘅模式。點樣轉呢？就係咁樣嘅。一下就已經搞掂啦，繼續幫佢做一個按摩。呢、这個按摩一次咧，其實就等於你手部按摩60次咁舒服噶。你呢個你買完翻屋企你就知道，佢係嗰個舒服程度咧係真係好似做緊 SPA 咁。你按摩完一分鐘之後咧，你會感覺到成個頸啊、下巴呢個位置咧係完全放鬆曬嘅。啊，同埋佢呢個擠出嚟咧，佢係一個好似奶油咁嘅質地嘅，係啦，搽上去咧。它完全是不黏粒，是很快吸收的，乾爽得來潤而不利的，是的，即是很適合夏天。它裡面還有一個光果甘草提取物在裡面的，可以幫我們潤澤我們的皮膚，讓我們整個頸的頸紋可以減少，收緊我們下顎線的，早晚用都可以的。摸完之後我自己就會加上這一個的，系啦，呢一隻 V 面帶啦，我自己咧就1星期用佢2至3次嘅，系啦，睇下嗰時我自己有幾咁浮腫啦。如果我真係好嚴重，其實我用佢1星期用佢4次添，咁就可以黐喺個下巴呢一個位置啦，固定咗我成個肌肉啦。咁其實你黐落去之後咧，其實你會容易提醒自己係咩？提醒自己唔好成日低頭。不要低頭，光芒會掉下來。低頭得多咧，其實個雙下巴就會越嚟越嚴重嘅，所以大家都要注意，有時睇電話都要用翻水平線，就會好好多咯。所以呢兩步咧，我真係超級推介。如果你係有雙下巴或者你下顎線模糊嘅話，你想揾翻你自己嘅下顎線同埋雙下巴嘅話，就一定要入手呢一兩步啦。其實呢只講緊都係幾十蚊嘅，所以係性價比非常之高。如果喜歡我嘅影片，可以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， 開個小鈴鐺，同埋 follow 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IG。下次見，拜拜。